新加坡滨海湾公园是新加坡绿能环保的生活象征，每晚的灯光秀更是吸引了全世界各地的游客。热带花园的自然气氛和酷炫的科技感完美融合，十分亮眼。更重要的是，今天真的吃太多了，我们三个人要好好散个步，运动一下。这个可以上吗？天空树是吗？是，来早个一点点就可以买票上去。应该少喝一点汤。真的，你看在这个道也真的还蛮身临其境的哈。嗯，又很靠近那个灯光，好浪漫。我们要学他们，还是我们就找个地方坐？我就躺下看，蛮好的。那我们就找个地方躺，好不好？可以，好，那边，我们找个位置在那边。女士坐在中间。好，最佳观景位。没有这里。看看啊，是不是真的很有？哇，蛮美的，赶快拍。好像去了那个阿凡达的世界。外太空。外太空，对。好神奇哦，新加坡。已经很广角。哦，对啊，还有广角哦。哇，像水母，我拍的很像水母，像水母对，好美。我刚想看，我说你拍的咋样？没想到这个人在自拍。我在试他的自拍，也很猛。这两个人自拍很厉害。他准备打光是吗？对，没有打光。哎，这个没有，这个够亮。哦，开始喽。其实我在很远的地方看过，我没有，我每次来都没走进来，也是第一次的。第一次。原来进来是有音乐的，知道。好像有花的气味，还有香味，有没有感觉有花的味道啊？对啊，就不光是可以看到、听到，还可以闻到。这里，舞台，表演区域，我们三个背对背，是我们转，他们转，他们转。真会一样。灯光秀很神奇，让蛙哥又变成了快乐幼稚的大孩子。原本食量很小的他，今天却陪着我和碧婷姐一直吃吃喝喝。明天就是在新加坡的最后一天了，我给蛙哥准备了一个惊喜，让他回归那个精致的。